三井奥莱，现在这里人超级多的，想找个车位还找超级久，然后还跟人家有点小口角，因为我在那边等很久了，然后那个人看到车主走他就插进去了，我就很不爽，然后我就很不爽，我就过去了，然后过去就讲了一下，他是说了抱歉啊，可是我觉得反正他都挺好的，没有必要再赶他出来，但就纯粹不爽。而且他有带长辈，我说他带长辈在那位置还是让给他，就希望他下次不要这样。等一下就逛街去吃饭，那我们就去走走。有气象站跟追龙，它不是每一部电影都有。好，那气象站走吧，我们去买票。小文请客，为什么？每次都他请客，都我请客。我看完我爸哥说，他根本是吃软饭的家伙。他要排队进去啊？对啊。什么？是吗？应该是吧。问一下哈，小姐不好意思，他这个是现在可以进场还是要排队？就是。好，就这样排队。好，哇，人好多哦。进场也要排队哦。那我想进去拍一下，那可以吗？就是我拍一下我就出来。影片的部分会PO在哪里呢？影片的部分是PO在网络上，就是 Facebook、Instagram 或是 YouTube。会切菜，对不对？对。那。因为基本上拍摄要请他联络，先联络行销这样子。哦，那所以就是不行，他其实里面是禁止拍的。如果你真的要拍的话，你现在要进来吗？因为还有五分钟要进场。好，没关系，那你要先拍吗？对啊，我想说先拍一下环境的。好，谢谢。我进来了哎，他们人很好。他人超好的，然后他们先让我进来拍环境，就是其实他们是要先跟行销就是讲，不过没关系，他就是先让我进来，然后我现在先进来拍环境，这样子。好，我现在不讲了，因为在五分钟他们进来，我赶快拍。这里连用餐环境都很好，你看，哇靠，我觉得很值得很棒。而且它有插座。这里真的是新来电，可以新来电看电影一点，知道吗？你看，在台北一张票也就200多块，你在家，而且台北很多都没有扣那个停车费，这边又扣停车费，然后可以吃东西。然后它都有杂志，都有什么，很棒，真的超棒的。然后现在我介绍一下他们的椅子，他们椅子真的还不错，他们现在开灯了。他的椅子这边可以升降，它旁边还有灯可以开。你看，
而且它椅子真的超宽的，我带大家看一下。它椅子超宽，座位很宽，前面都不怕碰到脚，会滴到前面。它这打开之后，会有小桌子，然后可以放一些你吃的东西，然后不用可以收回去。然后旁边这里还有插座，有插座跟 USB， 就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然后旁边这里有饮料座，真的很舒服，我很喜欢这里。我们现在离开了，这里真的还不错，而且票价其实不贵，才440。等一下出去再说，这里太暗了。我们出来了，刚刚为了就是要拍椅子，然后坐到最后一个。它椅子真的还不错，很舒服。我不知道这里林口是不是所有的地方椅子都那么舒服哎、欸。假如说它的连普通的票都那么舒服，那真的就还不错。可是假如说只有吃到饱那么舒服，那我觉得我会为了这个椅子过来。东西虽然说真的，我们不能说它好吃，然后很多，还蛮适合就是耗一整个晚上。像我们6点过来吧，到现在10点了，我们看的是那个气象站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这次体验真的还蛮特别的，第一次可以边看电影边吃东西，就还蛮好玩的。而且它椅子真的超舒服的。这部片真的是完全没有人场。但要是这部片要是有人场，我觉得我会在里面睡着。我们车是在哪？现在太暗了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哦。最近一直下雨，我看明天可能也是下雨。明天可能回去万里阿公家吧。万里阿公生日，到时候会有很多兄弟姐妹，可能都会入境，也不一定。好，到时候再看看。那今天先这样了，拜拜。